现在人人都有网络，人人都有手机，如果这两样东西都没有了怎么办？天哪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。如果没有了网络，没有了手机的话，我觉得我就会变成小龙女一样，变成隐居的生活了。小龙女玩手机也挺好玩的。你要知道，在超级减肥王训练营的各位选手